个洞，下面有人呢，不行了。你要过河，让它流进去吗？我这里突然要下来了，小米，这个是攀岩的地方，你要从那边下去，然后再攀岩才能来。在哪里有坏人？坏人在这里。哪里？这里。你要理我？就我们在那个范围，所以呢，就在这个范围，我们有一条线。啊，坏人在那里，怎么穿一个头尖尖的？那可以是坏人吗？他的头变尖尖的，他是尖头坏人。好，钻从里面钻过到童话世界。一，不要丢石头了，不要丢石头哦，你再丢石头要叫你回家了。哦，这里那么多人在玩，等一下丢到人受伤了。